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深重第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一达，其名曰尊者乔成儒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。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，得尊普贤第二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。所谓善思维菩萨、慧辩才菩萨、观无著菩萨、神通化菩萨、光印菩萨、宝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、吉根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愿慧菩萨、相向菩萨、宝音菩萨、中住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解脱菩萨二位上首。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全方便，入佛法藏，就近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，舍斗帅，降王宫，弃位出家，苦行学道，作事示现，顺世间故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得微妙法，成最正觉，天人归娘，勤转法轮，常以法音觉住世间，破烦恼尘，坏诸欲牵，习浊垢恶，显明清白，调众生，宣妙理，出功德，是佛田，一住法药，救了三苦，深灌顶界，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做阿舍利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行供护念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，彼善幻思现中意象，于彼相中实无可得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通诸法心，大众生相，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，列魔剑王，截诸缠缚，圆超声闻，辟之佛地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善力方便行事三乘，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，即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悟如华严三昧，具足总持百千三昧，住深禅定，亵渎无量诸佛，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，得佛辩才，住普贤恨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常时不缺，
心大悲，明有情，言思辨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真即福祸，戒度彼岸，悉护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甚明，不可思议。如是等诸大菩萨，无量无边一时来集，又有比丘尼五百人，群贤寺七千人，群贤女五百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凡众悉空大会，大教缘起第三。尔时世尊微光和意，如融金具，又如明镜，银长表里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遍。尊者阿难，即知是为。今日世尊色身住根，月欲清净，光颜巍巍，宝刹庄严。从昔以来，所未曾见，习得湛量，深悉有心。即从坐起，偏袒有见，长跪合掌。二百佛言：世尊今日入大吉地，住其特法，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，最深之道，去来现在，佛佛相念，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，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，何故为身显耀，光瑞殊妙乃尔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，如今思问，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不施累劫诸天人民，云飞软动之类，功德百千万倍。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，一切寒灵，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，惊哀三界，所以处心于世，光阐道教，于真群蒙，会以真舍之力，难知难见。如有昙华，稀有出现，如今所问，度所饶矣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，生即住根，无有增减。所以这何？如来定慧久长不起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，又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施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在世教授四十二劫，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，有大国主名释饶王，闻佛说法欢喜开解，寻法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。
高才勇哲，于是超逸，信皆铭记，习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，即念会理，正上其心，坚固不动。修行精进，无能御之，往以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切土赞佛，发广大愿，诵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也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何处见你耀？世尊能言一音声，有情故故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实众生随类见。愿我得佛清净身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圣神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尘劳，超过无边沃趣门，俗道菩提究竟岸，无明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往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为彼群生大道士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即戒人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。假令供养恒沙僧，不如坚勇求真觉。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恒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俗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把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我心决定坚固力，唯佛甚至能证之。纵使身至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至心精进第五。法藏比丘，说此偈已，二百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依法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。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，俗称无上正等正觉，欲令我作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字，解闻十方，诸天人民及云软类，来生我国习作菩萨。我列誓愿，度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佛。世间自在王佛，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历结束，尚可穷底。人有智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如自思维，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如所修行，如自当知，清净佛国，如应自舍。法藏白言：四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
应真便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，若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是为修习誓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智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，功德严净，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于此。说是法时，经1000亿岁，尔时法藏闻佛所说，皆悉睹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四维究竟，便依其心，选择所欲，皆得大愿。亲请求索，恭甚保持，修习功德，满足五劫，于彼20亿居之佛土，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，所摄佛国超过于彼，即摄受矣。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，即手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也世尊，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。佛言：善哉，今正是时，如应具足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利，能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，发大誓愿。第6，法藏白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、恶鬼、禽兽、云飞、圆洞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以及阎摩罗界、三恶道中，来生无差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服更多恶趣，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令生无差，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境界，悉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取真修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，皆能洞识、彻听、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之通。若不悉知亦若有他，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，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诸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
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过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，信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念。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出忤逆，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至重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罗无不随者。若有宿卧闻我名字，即自回顾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问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漏尽比丘，若起想念贪记生者，不取正觉。
我作佛事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于汝终身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彼智一生不处，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无趣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，应念受其供养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各种万物，严禁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，虽具天眼，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各种无量色数，高或百千由旬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也能了之。于见诸佛净果庄严，现于宝树间界，又如明镜，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所具佛刹，广播严禁，光阴如镜，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读者，生稀有心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下从地基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石榴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十方佛刹，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，住身总持，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设定义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事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或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彼成正觉第七。佛告阿难：二是法藏比丘，说此愿已，一记颂曰：我见超世智，彼之无上道，四愿不满足，是不成等觉。佛为大施主，
仆饥诸穷苦，吝彼诸群生，长夜无忧恼，畜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列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喜悦满，业以大悲心，利益诸群品，利欲生真力，尽会修梵痕，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名，明记众恶难，卸舍三途苦，灭诸烦恼岸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，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慈明心，常作天人师，得为三界雄，说法四字口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习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誓愿若刻骨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诸天神，当遇真妙法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，说此颂已，应是菩提六种真动，天欲妙化，一散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彼成无上正觉，即功累德第八。阿难，法藏比丘，于是自在王如来前，即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誓弘誓愿已，诸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业相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，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欲无量劫，即知得行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即进行，远离虚妄，以正地门之中得本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专求百法，惠利群生，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，于诸有情常怀此人，和言爱语，劝谕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司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，庄严众贤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寂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，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，都无所著，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，诸于无上真正之道，由尘如是诸善根果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，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，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，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，
如是功德殊不能尽，身口常处无量妙想，又如旃檀，又波罗华，其相普熏无量世界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悉皆具足，手中常处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利要有情，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圆满成就地久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修菩萨行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说法誓愿圆满成就，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。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师过去佛也，未来佛也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，但以酬愿度生，现在西方，去阎浮提百千俱至，那由他佛刹，由世界名曰极乐，法藏成佛号阿弥陀，成佛以来于今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，借愿作佛的事。佛说阿弥陀佛，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过持一金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坐一面听经，心中愿言：令摩登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后当作佛，彼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迦摄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，复相指也。施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带着欢喜，过界严禁第十也。佛与阿难：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，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，宽广平正不可限期，微妙奇丽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？佛告阿难：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佛与阿难：不思议业如可知也？
入生果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诸佛圣力、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，其国众生功德善力、诸行业地皆佛神力，故能尔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不可思议，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，光明遍照第十二。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，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一佛如是，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有旬，或百千万亿有旬，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，诸佛光明所照圆净，本其前世求道，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至作佛事，过自得之，自在所作，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是故无量寿佛，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一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苟灭善生，身亦柔软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，日益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苦，受众无量第十三。佛与阿难：无量寿佛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之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，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，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，夜夜圆觉，寿万亿岁，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借其知离，习共推算，比佛会中声闻之数，千万分中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，深广无边，摄取一毛，细微百分，脆如微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毛尘水比海数多。阿难，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，所未知者如大海水，彼佛受量，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宝书遍各地十四，
彼如来故，度诸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为一宝尘，不杂于宝。或有二宝、三宝，乃至七宝，转供或成，根、茎、枝、干，此宝所成。花叶果实，他宝化作。或有宝树，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。其余诸树，复有七宝，互为根、干、枝、叶、花、果，种种构成。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知，紧紧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胜视。清风释放，出五阴身，微妙共生，自然相合。是诸宝树，周边其果，菩提道场的树，又其道场，又菩提树，高400万里，其本周围5000由旬。枝叶4部20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，光辉遍照，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，以为璎珞，云居宝所，施诸宝珠，金珠灵铎，周匝调节。真妙宝网，罗浮其上，百千万色，互相应时，无量光焰，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，随应而现，微风徐动，吹逐枝叶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身流布。遍诸佛窟，清长哀亮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若有众生读菩提树，闻声受想，尝其果味，触其光影，念述功德，戒得六根清澈，无诸恼患，住不退转，至成佛道。复有见彼树故，或三种人：一应祥人，二柔顺人，三者无生法人。佛告阿难：如是佛刹，花果树木，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，威神力故，本愿力故，满足愿故，明了坚固究竟愿故。唐氏楼观第16，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，楼观难存，一界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，以为皎洛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，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记者，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惊心思道去坐禅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。故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
欢喜，全持功德第十七。又其讲堂左右，全持交流，纵广深浅，皆各一等。或十有旬，二十有旬，乃至百千有旬，湛然相接，具八功德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，吉祥果树，花果横放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交付于此，出种种相，事无能御，随风散拂，云水流分。又复持施七宝，地布金沙，幽波罗华，波檀摩花，居木头花，分陀利华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若彼众生过于此水，于之作者，于之习者，于之妖异，于之紧者，或于冠身，或于冷者，温者，急流者，缓流者，其水夜夜随众生意，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薄纱阴彻，无声不着，微澜徐回，转向灌注，波扬无量微妙音声。或闻佛法僧声，波罗蜜声，止息极尽声，无生无灭声，摄猎无畏声。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，大慈大悲喜舍声，甘露灌顶受畏声。得闻如是种种声已，其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，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欲闻，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，尚无假设，何况实普？但有自然快乐之因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超世西游第十八，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，超世西游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但因顺于方素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苦切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，灵可类乎？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在为毗卢，又比其人，在帝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相第一，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，假令帝师，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，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期待。所处宫殿，衣服饮食，犹如桃花自在天王，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及备。阿难应之：无量寿佛极乐国土
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受用具足。第十九，复次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丰足，供殿、佛室、香华、幡盖、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你。若于世时，切宝不弃，自然在前；不为饮食，自然盈满。虽有此时，实无摄者，但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而无边会，身心柔软，无所畏惧，是以化去，实之复现。复有众宝妙意，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。所居舍宅，称其形色，宝王米福，悬珠宝林，奇妙真意，周边教室，光色黄耀，静极严厉，楼观兰池，唐虞房郭，广厦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德风化雨第二十，七佛国土，每于世时，自然德风徐起，吹诸罗网，接种宝树，出微妙音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留步万种温雅德相，既有闻者，尘劳垢习自然不起，风促其身，暗合调适，又如比丘得灭尽定，佛吹切宝灵树，飘华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广洁，如多罗蜜。坐立于其上，莫生思之，随诸举矣，还复如初。故摄时后，其化自没，大地清净，更欲兴化，随其时界，还复周边。于前无一，如是六万。宝莲佛光第二十页，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，其花光明，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也然，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气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量，或半有限，或一二三四，乃至百千有限。夜夜花中，除36百千亿光；夜夜光中，除36百千亿佛，声色紫净，相好殊特，夜夜诸佛，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，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
觉真即果，第二十二。佛此阿难，彼佛国土无有昏暗、火光、日月、星耀、昼夜之相，又无岁月劫数之名。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，既无标示名号，亦无取舍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、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具，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具及不定具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赞，第二十三。佛此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，过出广长舌相，放无量光，说尘世也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。四维上下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。何以故？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所有善根自行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三辈往生。第二十四。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岂有智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辈，其上辈者，释迦契语，二座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此等众生，临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今须臾间，皆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引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，由此见佛，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其中辈者，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其利他相，梵寺沙门，玄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，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。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一致诚心，愿生其国。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。
若有众生住大乘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乃至生念愿生其苦，闻甚深法即生信解，乃至获得一念尽心，发一念心念于彼佛，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无上菩提，往生正印。第二首：佛赐阿难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此经典，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，发菩提心，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悉施于之，令得安乐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，世人命中如佛色相，种种庄严生宝刹中，俗德文法永不退转。佛赐阿难，若有众生余生别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精戒，要当作善。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染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，如是昼夜四维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，至心皈依，顶礼供养，世人临终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若多思不能离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，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精进，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得贪贴奸细，不得终悔，不得狐疑，要当孝顺至诚忠信，当信佛经于身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，思维书记于得度脱，昼夜常念，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，时日时夜，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，行菩萨道，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，皆具金色三十二相，皆当作佛，欲于何方佛国作佛，从心所愿，随其精进早晚，求道不休，会当得之，不设其所愿也。阿难，以此毅力故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。礼供天法第二十六。佛赐阿难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中，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过以香花床幡宝盖，往以佛所恭敬供养，听受经法，宣布道化，称赞佛土功德庄严。二是世尊即说颂曰：东方诸佛刹，速如恒河沙，恒沙菩萨众，
王离无量寿，南西百四位，上下一佛然，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，常发合牙音，各叹最甚尊，就达神通会，犹入神法门，闻佛甚得名，安闻得大利，种种供养中，勤修无懈倦，观彼殊胜刹，微妙难思议，功德普庄严，诸佛国难比，应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，应是无量尊，微笑现金容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环绕佛，三匝从顶入，菩萨见此光，即真不退位，十会一切众，护亲生欢喜，佛语凡雷震，罢音长妙声，设法来震寺，无息之彼愿，至求严净土，受记当作佛，觉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愿，彼尘如是刹，智土如影像，恒发弘誓心，究竟菩萨道，具足功德本，修甚菩提恨，受记当作佛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空果，专求净佛土，彼尘如是刹，闻法要受行，得至清净处，必与无量尊，受记成等觉，无边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于往生，自知不退转，菩萨心之愿，愿即过无依，普念度一切，过发菩提心，舍彼轮回身，俱令登彼岸，奉祀万亿佛，飞花遍诸刹，恭敬欢喜去，还到安阳窟，歌叹佛德。第27，佛语阿难，彼国菩萨成佛为神，于一时顷，佛往十方无边金刹，供养诸佛，花香传梵，供养之具，应念即至，皆现手中，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一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，皆于空中，合为一花，花界向下，端圆周匝，花成花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，盖至小者，满室有熏，如是转倍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，若不更以心化重散，前所散化终不佛落，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今须臾间还其本国，度悉集会七宝讲堂，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，言唱妙法，莫不欢喜，心结得道。届时香风吹起宝树，出无音声，无量妙法随风四散，自然供养，如是不绝，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，万种伎俩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，前后往来
悉以快乐。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，即曾供养如来，善根相许，无缺减故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。大似神光第二十八。佛告阿难：彼佛国中，诸菩萨中，悉皆动识，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。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，心意善恶，口所欲言，何时度脱，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右臂佛刹，诸声闻众，声光一现，菩萨光明照百有心。有二菩萨，最尊第一，威声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阿难百佛，彼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。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，往生彼国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，于至十方无量佛所，随心则到，现居此界做大利乐。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极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。愿力宏深第二十九。佛此阿难，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、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究竟一生不出，唯除大愿，入生死界，为度群生，作诗之后，换大加州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遂生无主卧室，视线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卧趣，生生之处，常时宿命，无量寿佛，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届时往生其苦，悉令得一环道。做菩萨者，令悉作佛。既作佛已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如是辗转，不可复及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，诸众生类，生彼佛国，得涅槃道，当作佛者不可胜数。彼佛国中，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，所以者何？又如大海为水中王，注水流行，多入海中，是大海水，灵为增减，八方上下，佛国无数，阿弥陀国，长久广大，名号快乐，最为独身。本其为菩萨时，求道所愿，累德所至。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，无穷无极，甚大无量，不可胜也。菩萨修持第三十。佛此阿难，彼佛刹中，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，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，身心柔软，深入正慧，无浮于喜，依佛所行，气绝圣道，修行无言，照真大所，肉眼见色，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，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，绝了法性，辩才总持，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，无边方便，
所言成谛，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，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复无脱，无住分别，原理颠倒，于所受用，皆无摄取，遍有佛刹，无爱无厌，又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唯愿之想。何以故？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舍利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如如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，不信是语，要在争论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，生生烦恼二欲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乘，至于彼岸，决断以往，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，增长了知，从本以来，安住神通，得一乘道，不有他物，真实功德。第三十一，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广，欲如须弥，自身微光，超于日月，其心皆白，又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悉诸尘垢，炽盛如火，烧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，法音雷震，觉为觉故，欲甘露法，论众生故，况若虚空大慈等故，如镜莲花历然无故，如泥居树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破邪之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介若流利，内外明捷，其所言说，令众悦服，即发苦，见发常，要慧日，破尘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导师，调伏自他，引导群生，协助爱诸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，畜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祀诸佛，为世明灯，最胜佛田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，何以欢喜，雄猛无畏，声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与等者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圆二乘经。阿难，我今六说，彼极乐界所生菩萨，真实功德悉皆如是。若广说之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受乐无极。第三十二，佛告弥勒菩萨：诸天人等，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，不可陈述。又其国土微妙安乐，清净如此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，处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喜药酒席，才蒙智慧，心不终回，亦无邪事，外若迟缓，内度世纪，融融虚空，
实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严整，节炼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，不误勤邪，随经约令，不敢错颠，若于神末，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有事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念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静心求索，含爱慈悯，礼义度和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，自然保守，真真见本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转变最深，欲旦成其宝，恒难成万物，光精明居处，善好殊无比，住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，以过清净尽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恒结于无趣，卧道自闭塞，无极之圣道，一往而无人，其过不逆为，自然所千岁，捐之若虚空，勤心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。何为着世事，扰扰有无常，劝喻此经第33。世人共增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勤身引悟，以自戒己。尊卑贫富少长男女，累念极虑，为心走始，无田有田，无宅有宅，眷属财物有无同有，有一少一，似于其等，设小具有，又有非常，水火盗贼，冤家债主，分票借托，消散磨灭，心间异故，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，莫谁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，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忌，又无相通，无得贪喜，颜色长和，莫相违利，或是心增，有所悔怒，后世转举，至诚大愿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，应机相迫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待者，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慧见无期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于何待乎？世人善恶，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，尽过作之，生于神安，转受于教，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，蒙明地图，不信经法，心无缘虑，过于快意，迷于成慧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修止，哀哉可伤，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，死生之趣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性，为无有事，更相展示，且自见之，何复苦此，
或子库夫，兄弟夫妇更像库妻，一时一生迭相顾念，忧爱皆复，无有解释，思想恩好，不离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记，专精行道，年寿玄静，无可奈何，获道者众，悟道者少，过怀杀毒，卧气冥冥，唯望心事，唯逆天地，自意罪极，顿多其寿，下入卧道，无有出气，若草当属死寂，远离众物，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，爱欲荣华，不可长保，戒当别离，无可乐者，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悟得随心所欲，窥复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心得开明。第34，弥勒白言：佛语教戒，甚深甚善，戒蒙慈恩，解脱忧苦。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事，尽德之福，佛闻无量寿身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佛告弥勒：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，时当念佛，戒断惑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犹不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未度者，若草当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来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业苦痛，病疾苦痛，死极苦痛，卧愁不尽，无可乐者，一字决断，悉出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向正气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见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寿千万劫，自在随喜，以故精进，求心所愿，无得已毁，自为过咎，身比边地，七宝沉重，于500岁受诸恶也。弥勒白言：受佛名讳，专精修学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作是卧苦第35。佛告弥勒：汝等能于此事，端心正义，不为众物，甚为大德。所以这后设方世界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为此无我世间，最为巨苦。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邪无，去无痛，利无烧，降化其意，令持无善，获其福德，何等为无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物，强者扶弱，转向克罪，残害杀伤，迭相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故有穷奇、孤独、聋盲、喑哑、痴卧、妄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，
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，智勇才达，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。世间有此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，入其幽冥，转生受身，盖行异道，故有泥泥禽兽，云飞软动之术。譬如事发牢狱，具苦即行，浑身命尽，随罪去向，所受寿命或长或短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仰我为敬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间，自然有事，虽不即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摄影骄纵，任心自恣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过意，忌讳多端，尊卑中外，更相欺狂，嗔恚愚痴，愚自后起，愚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辛苦，如是至尽，无业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正谤，不思目的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字攻击，消散佛取，神明克制，终入卧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即生，寿命即活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又何交际聚会，心病相发，攻击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结妻子，极身作乐，重功增业，患而苦之，如是之物，著于人鬼，神明即知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念是恶口妄言其语，憎讥善人，败坏贤明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，横行威势，轻易于人，于人未尽，不自惭惧，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扰归，又其名起，记在神明，央究前因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户，身心摧碎，身形苦极，当思至时，恢复祸及。其五者，世间人民习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至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
唯利反利，譬如冤家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无有报偿，放子犹散，但求是美，如护地兔，不舍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见效，六亲眷属，自用有无，不能有念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曾私有之意，意念深刻，曾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愚害真人，斗乱僧众，愚痴蒙昧，自为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，不忍不顺，希望长生，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语语，无业其人，心中闭塞，亦不开解，大命将终，悔居交之，不欲修善，临时乃悔，悔之于后，将何及乎？天地之间，无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，生死当知，无谁代之。善人行善，从恶入恶，从明入明，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。谁能知者？读佛之耳。教育开示，信心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恶道不绝，如是世人难可居尽，故有自然散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世累劫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如是无恶、无痛、无烧，譬如大火，焚烧人身，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之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深度度脱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涅槃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业。重重会勉第36。佛告弥勒：吾与汝等，如是无无痛无烧，辗转相生，敢有犯此，当离我去。或其今世先辈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世众见之，或欲受宗入三恶道，愁痛苦毒，自相搅然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危起，成大困惧，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实惠，过于自快，无复去之，痴欲所迫，后即增利，富贵荣华，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为事无己，随意磨灭，天道是障，自然就聚，穷穷种种，当入其中，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。汝等得佛经语，殊死为止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殆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忧不苦痛之道。若草作善，云何地也？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净洁，与善相应，物随事欲，不犯诸恶，颜色当和，
身心当转，动作站势安定虚伪，做事仓促，败回在后，为之不地，亡其功夫。如贫得宝，第37。汝等光之德本，悟犯道尽，忍辱精进，慈心转移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。所以这后，必佛国土，皆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物。于此修善，十日十夜，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。所以这后，他方佛国，福德自然，无造恶之地。为此世间，善少恶多，盈苦食土，未尝灵犀，无碍汝等，苦心毁誉，授于经法，悉持思之，悉奉行之。尊卑男女眷属朋友，转向教育，自相约见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范，则自回顾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，奉持经戒，如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悉心一心，自然感将所愿者得。佛所行处，过意秋居，弥补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国无用，从德行人，务修礼让，过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辱，过得其所。我爱汝等，甚许父母念子，我与此事作佛，以善供物，拔生死之苦，令获无德，身无为之安，无般涅槃，今道见灭，人民谄微，佛为众恶，无烧无痛，酒后转聚，汝等转向教戒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弥勒菩萨或掌白眼，世人卧苦如是如是，佛界慈爱，悉度脱之，受佛重回，不敢为师。礼佛现光第38。佛告阿难，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其希向，当日暮处，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面悉合掌，顶礼拜也。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祀众诸善根。顶礼之间，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，无碍无断。阿难白言：彼佛净刹得未曾有，我亦愿要生于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众孙者，已曾清净无量诸佛，执众德本，如与生彼，应当
一心皈依真良，作事遇事，阿弥陀佛，借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，如出一辙，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刚、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、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，譬如日出明照世间，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，悉大开辟，皆同一色，犹如界水弥漫世界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，汪洋浩瀚，唯见大水彼佛光明，一佛如是，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慈慧四种，天龙八部，人非人等，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。阿弥陀佛，于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现照耀，清净平正，无有杂秽，皆一行类，为是众宝庄严，甚显恭祝。阿难及诸菩萨众等，皆大欢喜，踊跃作礼，以头着地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，诸天人民，以至云飞软动，独思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修之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，钟磬琴瑟箜篌乐器，布谷自然皆作五音，诸佛国中，诸天人民，各持花香来于虚空，散作供养。二是极乐世界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，若有他苦，以佛威力如对目前，如近天眼观一旋地，彼见此土，亦复如是，亵渎娑婆世界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。此事数见第三十九。二是佛告阿难，即此事菩萨，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，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，欲诸香华遍佛刹佛。阿难对曰：巍然一见，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。阿难对曰：巍然一闻。佛言：如见彼国净行之中，游处虚空，宫殿随身，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，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，佛有众鸟住虚空界，出种种音，皆是化作如昔见佛。此事备也，如佛所说，夜夜皆解。佛告弥勒：彼国人民有太神者，若复见佛。弥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处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，自然化身。何因缘故，彼国人民有胎神者，
有化身者，遍地已成第四识。佛告此时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意志，不可称之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，于此住之，疑惑不信，忧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佛有众生，积极善根，希求佛智，普遍智，无等智，为得广大布施意志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于往生清净佛国，意志犹豫，无所专据，然有续念不绝，借其善愿为本，续得往生。世诸人等，以此因缘，虽生彼国，不能前至无量寿所，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，佛不识耳。身行所作，心自去向，亦有保持莲花，自然受身，饮食快乐如桃李天。于其城中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随意高达。于500岁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声闻声众，其人智慧不明，至今佛少，心不开解，亦不欢乐，是故于彼谓之太深。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圣智，断除疑惑，信即善根，作诸功德，智行回向，介于七宝花中，自然化身，家福而足。续欲之情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，如诸菩萨，具足成就，弥勒当知，彼化身者智慧甚故，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，不得修习功德，无因奉施无量寿佛。当知此人所事之事，无有智慧，疑惑所知。或今见佛第四十一，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其殿，宝帐金床，蓝床踏座，妙石奇珍，银石衣服，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吸其两足，住校王子零落此佛。此时拜也。佛也，世尊，彼忧智时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，欲求处理，求助近臣，终不从心，人往欢喜，方得解脱。佛告弥勒，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秽，希求佛智之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，其性辛苦，虽生彼国，于莲花中不得出现。彼处花台，犹如圆圆宫殿之象。何以故？彼中清净，无诸秽物。然于500岁中，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、奉祀、祝福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信仰。若此众生失其罪本，身自毁之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事中过失敬矣，然后乃出，即得往矣，无量寿所。
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，如阿耨多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摄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此时备言：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此时：此等众生，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此时备言：此等众生，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立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，求人天国，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、眷属余相救命，邪见业网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如见愚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示之聪辩，正义邪信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佛有众生，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若有无相智慧，执中得本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菩萨往生第四十二。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，皆诸佛刹，不退菩萨，当生极乐国者，其数几何？佛告弥勒：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已曾供养无数诸佛，执中得本，当生彼国。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，当往生者不可称计，不但我刹、诸菩萨等往生彼国，他方佛土也复如是。从圆照佛刹，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。东北方宝藏佛刹，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。从无量音佛刹、光明佛刹、龙天佛刹、胜利佛刹、狮子佛刹、利尘佛刹、得熟佛刹、人王佛刹、花床佛刹，不退菩萨当往生者，或数十百亿，或数百千亿，乃至万亿。其第12佛名无上化，彼无数诸菩萨众，皆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居大精进，发趣一尘，于7日中，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，四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其第13佛名曰无畏，彼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。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，非是小乘。第43。佛告此时：
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，善获利益了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摄修行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劣，亦不共告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修习，生稀有心，于此经中生导思想，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，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，当其精进听此法门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去禅位之心，摄入大火不应疑悔。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受菩提记第44。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当有众生执诸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犹彼如来加为列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行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施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众诸善本，应常修习，思无一智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，成就牢狱。阿育多，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一门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，于虚与情为他演说，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比刹，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彼人临终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也能超过生彼国土。世人已曾值过去佛，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，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。独留此经第45。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，所当为者皆可求之，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。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植诸百岁，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如来行事，难知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遇善知识，闻法能行，此业为难。若闻此经，信要受持，
难中之难，无过之难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一毛为起或累出者，皆有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闻佛号，心中呼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恶道中来，素养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行狐疑，不信相耳。勤修坚持，第46。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舍利无畏，无碍无着，甚深之法，即般若蜜等菩萨之法，非亦可喻，能说法人亦难开示，坚固深信，实亦难凿。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付诸汝等作大守护，为诸有情常业利益，莫令众生沦堕误区，备受为苦。应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慈恩，当令世法久住不灭，当坚持之无得毁失，无得为妄，正见经法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界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，业因随行，众修佛善，求生净土。佛会时文第47。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若不往昔修佛会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以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。卧教懈怠即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出岸，不能开导于他路，唯曾于佛知众善，救世之心方能修。闻已，受持即书写，读诵赞言并供养，如是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未得邪难超，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与佛乃能知。声闻一皆是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，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幸会闻法难中难。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诸智士，应行我教如是也。如是妙法信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有。文经获益第48。尔时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，愿力成垢得法眼净，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，6800比丘诸漏已尽，心得解脱，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25亿众生得不退忍，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时初发，
种诸善根，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，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过于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佛有十方佛刹，若现在生，即未来生，见阿弥陀佛者，过有八万居之乐有他人，得受记法人，称无上菩提。彼诸有情，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二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，悉有神变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复有诸天于虚空中，作妙音乐，出随喜身，乃至色界诸天，悉皆得闻，叹为曾有。无量妙化纷纷而降，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，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心说奉行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业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